이모지 깐깐 차이 이모지 今天呢教大家的就是 freestyle。嗨，这个是什么呢？ 也对，可是没有，应该没有歌名叫喷口水吧？骂人，他在做什么？讲话，喊，所以呢，他的分别呢跟这个是有分别的哦。这个是喊，这个是沉默，也可以是说无言，就是情绪上面比起真正没有这么大的起伏。问号，就是问号，什么呢？问号，他被讲他不懂，因为不懂嘛。 Why? 例如说，哎，问钟情话，爸的，Don't ask me why，cause I made up my mind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针筒刺你，刺你，我知道啊，他攻，我刺回你。他是针，还没有人讲过，所以歌名里面呢有针的话呢，都可以用这个啊、哦。我知道，冯真真，讲真。 没有这首歌啦，最后一个啦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吃药，药啊，药对药，所以歌名里面有药的话呢，都是可以哦。都是你吃药的吗？下课啦，下个星期一定要全天候守着我们的 My FM， 当然，任何时候都要守着我们的 My FM的。不过下个星期你有机会参加我们的 My FM 赶赶猜谜剧，希望你可以赢奖哦。 Bye!